兄弟你好，现在的话是八进四，感谢不浪漫先生送的大啤酒。主播吃了口饭，今天播了一天还没吃饭，刚吃了口饭回来了先。感谢点赞，感谢各位球友支持。感谢不浪漫先生送的小星星。还有吴昆宁跟比亚多，然后马里奥和跟那个菲勒，中国的我们中国就海涛老师一个在还在的，然后梁德尚跟那个谢夫奇克八进四嘛，一共四桌，海涛跟大家就这样。对了，小胖上次输给阿尔德凯奇的。感谢点赞。对，菲勒是比较厉害一点，但是跟马里奥和打他俩不好说了，五五开我感觉。河马也是很有球的。奥地利的国手，然后昆宁跟比亚多。加打哥的话下午被淘汰了，兄弟。对，厦门这边的话九球还是。刚刚主播对象跟我开玩笑，刚刚我对象跟我开玩笑了，兄弟们。
他不会播，兄弟们。对，抢十一的比赛现在1-3，不好说，兄弟们。吴坤宁赢了，兄弟，吴坤宁赢了。各位球友喜欢九球的，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，主播会给大家直播全球一个九球比赛。昆凌11-6赢的那一个短镜头。兄弟，5号输了，下午被淘汰了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球友，没给主播点关注的球友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。
对的，这个一个失误可能会失掉整场比赛。感谢兄弟点赞。这球防得真硬啊，这球。对啊，海涛宝刀未老，但是打拉加还是很吃力啊，这种。感谢兄弟点赞。对的，对的，兄弟，我叫陈醉。没问题，比分来到3-2。
看一下海涛老师的冲球。这一号不知道底带，保底带的话，有的保不知道海涛老师敢不敢打的球。感谢点赞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球友。兄弟虎哥的话被淘汰了，11-6被昆凌淘汰了。
被那个吴坤林淘汰了。赵荣华没看到诶，主播不清楚，他好像没进正赛吧？有进吗？冲球有下，这冲球太稳了。一号位置，看一交二了，这个球他一号保底带。好球，这球应该二直接就传久了。现场比赛的话，好像要票才能进去。好，海涛老师，机会来了，这球。票没有开售啊，大面上都没得卖。这个好像是内部有点资源才能弄得到。虎哥今天输给吴坤林了，台湾的吴坤林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球友，没给主播点关注的球友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。对啊，只有海涛拿着大头杆在打，也只有他拿着小头杆在打，有点吃亏啊，其实。怎么不好走位？可能是因为，好像可能是因为些有签约的原因吧。以前他是打那个大头杆的，没错。感谢兄弟点赞。对，这个选手的话是菲律宾的拉加，
感谢点赞。赵国选手目前的话，国内的话就是海涛了，然后台湾的话有那个昆凌，吴昆凌魔兽，对这家我很猛。兄弟，你是说五号下午淘汰了？你是说海涛老师他干是他自己做的吗？短剑后6-11不敌吴昆凌。对这个局面的话问题不大，五号今天中午1点那一场的话被那个大井给赢了，输了中午，浩哥回家了，淘汰了。感谢分享。张荣林在下午16-8的时候被淘汰了，然后郑萧怀也是在16-8的时候被淘汰的，郑萧怀是被刘海涛淘汰的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球友，没给主播点关注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，主播会给大家直播全球一个九球比赛。对，他用的小头杆，胆金鹿被淘汰了，6-11不敌吴昆凌被淘汰了。准度够是没问题，但是毕竟这个比赛吧，就是肯定是手把位，特别是关键球9号肯定是手把位最好的，所以说他加了很强的赛，然后导致掉中带，没过中带啊，那个球过中带就有了。那家菲律宾的，对，菲律宾的这小胖子挺有球，高配版安大屁股，跟阿红一长得有点像，然后很敢拼，球风很硬。
上次是亚军，小胖子是亚军。上次感谢三次飞翔点亮灯棒。对啊，五号那个翻带都进了，微微就拿下了，有点可惜那个球，不然就双赛点，双赛点小日子开球没下。对，魔兽能过了比亚多的话，应该问题不大，都有机会。海涛老师跟大家干了一下子，赢的人也有机会夺冠。对，就安红宇嘛，安大胖子，国内开火恐怖分子安红宇。郑霄怀被海涛给淘汰了。八强都谁晋级？八强的话，海涛一个，拉加一个。然后昆凌一个，比亚多一个，菲勒，马里奥和，然后还有一桌是现在这个才，海涛、拉加、菲勒、马里奥和、昆凌、比亚多六个，还差两个。哎，还有一桌的话是，哎，想不起来了，还有一桌是。对的，哎，我看一下，还有一桌是谁？稍等一下，马良和菲勒，哦，梁德善跟谢福奇克。中国的话，目前大陆剩个帕古拉扬下去了，兄弟，帕古拉扬被淘汰了。大陆的话，目前只有海涛。吴昆林那边其实跟这个差不多了，等这个看完，他那边还在打估计。帕古拉扬被淘汰了，兄弟，帕古拉扬被梁德善淘汰了，越南的一个球手。对，菲律宾转球很强的。帕古拉扬输了，对，现在是八进四，兄弟。南方就有九台，九个台子，都想看吴昆林是吗？那就切吴昆林了，兄弟。感谢点赞。吴昊的话被淘汰了，下午就被淘汰了，兄弟们。
Thank you.
了。